台湾大学医学院名誉教授许金川，每周五上午在台大门诊中心第七诊间外头，总有上百位病患等着求诊。我那时候台大医院等于是第最后一线，那我面对每天面对这些来求援的、求生的、不等的一个家属病人啊，实际上当然压力很大。压力成了动力，许金川一心成立肝病防治中心，领到的薪水奖金大部分成了肝病防治中心的基金。所幸老天爷庇佑有心人，好事总会有好心肝的朋友相助。五年前，一位陌生人的慷慨解囊实现了许金川的心愿。本来是一个小小医师的力量，变成很多人力量来集合。我们本来是只是一个想法啊，秉持这个想法要这个救助肝病病人，可是居然有那么多社会的爱心人士可以加入啊，这是当初这个是始料不及的。我们是为了病人而存在，看到病人的痛苦，我们要想办法解决它。这是台湾肝病医学之父宋瑞楼教授生前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为了消灭被称为国病的肝病，宋教授推动成立了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。暖色系的灯光，粉色调的大厅，这里是由拥有好心肝的各位捐助成立的好心肝服务中心。这里不仅欢迎民众进来休息，里面更有专业护理人员随时提供健康以及医疗咨询。一砖一瓦，爱心一柱，一心一念，感动服务。好心肝基金会最大的信念，就是把在这里的每一位病患都当作自己的家人般一样的照顾。好心肝门诊中心的每一个诊间都备有超音波设备，因此来到这里，从一开始的检查、诊断、治疗、转介、追踪，每一个步骤都有最先进、专业而且便利的医疗服务。好心肝门诊中心是全国第一家由国人捐助成立的门诊中心，在一位善心人士慷慨捐出1亿2000万元抛砖引玉的效应下，引发了更多善心人士响应。好心肝真的能够走到今天，其实呢，当然许教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，我觉得我想对他们这个无私的团体让他们表达最高的敬意。那我相信呢，社会呢，人间处处充满爱，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分享的话，我相信台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地方，而且是一个充满爱、充满正能量的一个地方。基金会呢，让大家的善心可以付诸实现呢，是让我最高兴的。也因为更多的人、企业、社团的认同和回响，才有基金会的今天。许金川专心致志在肝病防治，一眨眼匆匆已经42个寒暑，没想过在白色巨塔内独霸一方，没期待医生这个行业能为自己的户头增添几位数。许皮除了看病以外，就一直在为这个基金会很辛苦的，像一个愚公在移山一样。许金川一路走来始终如一。我们的基金会的大名就是写的保肝，国父的话，保肝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我有一个梦，希望在未来的10年之内可以实现，希望早日成立肝病医疗中心，让我们国人有一个专属的肝病医院，还有肝病研究中心，让我们台湾的国人早日脱离肝病的威胁，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彩色的人生。希望在你我的爱心相助之下，这个病可以早日实现。
财团法人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，谢谢您。